哎呀，终于到饭点了，我最爱的火鸡面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，哈哈。可乐，干嘛呢？老师，我吃饭呢。啊，可乐，火鸡面哎！哎，我早上也没吃饭，分我点呗。那行吧，老师，就一口啊。这一口真香啊！老师，说好的就一口，你怎么全给我吃完了？连渣都不剩。哎，你说一口，你又没说啪的一口。谢谢可乐，走吧。这丹丹老师又蹭吃，气死我了！油锅不在，我得自己想办法。馒头丹丹老师应该就不吃了吧？哟，可乐，今天吃的不太好呀，吃馒头多没营养，老师替你吃了啊，吃起来。连个馒头都不放过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啊、哈哈，可乐牌43辣粉，老师我请你吃啦。哦，就等老师过来了。哎呀，这酸辣粉真香呀！哎，可乐，酸辣粉呢？哎，真的真的，老师。闻起来好香啊！嗯，什么也不对，可乐，你是不是没煮熟？老师，你又不是钢牙，橡皮筋当然咬不动了。可乐，你学会了呀？这油锅怎么把你教成这样子了？你给我等着！让你再贪吃，让你再小气，活该！别！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可乐你好，我叫丹丹，是你大学教授，我来教你数学。哦，好吧。老师相信，经过我和你一起努力，你的成绩肯定会上去的，有没有信心？有吧。好，咱们就开始吧。今天呢，老师来教你十以内的加减法。为了不让学习枯燥呢，老师带了这个。熊仔笔，老师，你拿这个干嘛呀？老师拿这个给你讲题呀，比较直观。那好吧，老师，你赶紧开始讲题吧。可乐，老师先问你，10-2等于多少？嗯，好像等于7吧。不对，你看，老师呢拿出10个熊仔笔，然后呢再拿走2个，这个桌子上剩几个呢？还有10个呀。不对，这桌子上不是还有8个吗？哎呀，老师，你手里不是还有2个？哦，那这回呢？啊，老师，我知道了，10-2等于8。嗯，对，你看，使用这种办法是不是掌握的更快一点？老师，该下一题了，10-3等于几？啊，你看啊，这是10个饼干，那我吃掉3个，还有几个？老师，等于7，是等于7。嗯，不错，嗯，咱们呀，上下答题，来，10-5等于几个？老师，等于5。老师，你教的真好，我这作业马上就写完了，我都掌握了已经。你是快写完了，老师呀、啊，撑得够呛。老师，还有一道题，我这有些馒头，更直观一点，我给你拿。还是啊，这算是加减法，乘法的时候该怎么办呀、啊？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可乐多少钱呀、啊？可乐还能多少钱？3块。3块？我只有1块，你们俩有多少？嗯，我有5毛，不太一样，我也有5毛。这加起来才2块，也不够呀。让我想一下啊。哦。同学，你们买这么多，你们有钱吗？哎呀，老板，这我们有没有钱你不用管，我们先挑就行了。好吧，老板，我们就要这一瓶。行吧行吧，3块钱，管你吧你们。哎呀，哇，老板，再来一瓶哦。啥？再来一瓶？哎呦，我记得没有这个活动啊。怎么没有啊？肯定是你记错了。是吗？那我给你再拿一瓶。不了，我们就要这送的一瓶。老板，这个拿好了啊。老板，我们先走了啊！不对，那三个小兔崽子套路我，别让我再逮着你们。给，老板，我们走了，拜拜。等会儿，等一下，你们中奖了。中奖？这
这今天运气这么好，又是再来一瓶啊。给，这是你们的奖项。最美食品，老板，算了吧，不要了，这不要，不要可不行。昨天你们不是中了再来一瓶吗？给，这是可乐，拿着吧。你吃，快点！哎，你来，这么多可乐喝到啥时候啊？你给我，再也不套路人了，太难了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搞错了，再来。这老师说要发装备，这怎么还不来呀？就是啊，都在这等半天了。哎呀，来，同学别急啊，我去给你们领装备了，你们看。老师啊，那我要大盘鸡。老师，我要 AKM。哎呀，你们要啥都没有问题啊、哦，但是呢，今天得根据你们身上奥特曼卡牌的数量来发一个装备。来吧，把你们身上的奥特曼卡牌都给我拿出来。老师，我有3张。3张呀，学校规定这5张一件装备，你这也不够啊。老师，人家没有装备怎么上这人游戏课呀？就给我一件吧。不行，这是规矩啊、哦。哎呦，老师，老师你就给人家给一件吧。哎呀，老师。哎呀呀，行了，这 AK 就给你吧，快快给我。真是高手。你看，有总比没有好吧？老师，我的奥特曼卡牌都没带，今天能不能预支啊？预支不能，既然你一张都没有，那我就走了啊。哎，等等，老师，真的不能预支吗？哎呀，不能。好吧，这样的话只能让他出来了，这个秘密是藏不住了。对，他是谁啊？叮当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就看好了吧。你好，我是嫩比优斯奥特曼。老师啊，你看我这个奥特曼能领多少装备啊？我的天，这是活的奥特曼呀，这个怎么算呀？来，装备都给你。我走了，活的奥特曼呀。拜拜。老师，既然装备发完了，那我就走了。我的天，我居然看到了活的奥特曼，真是太酷了。点击下方油膏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我都说好半天了，这到底的事能让你吃了？一个啊啊！谁打我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？幸亏我藏得快呀，要不然被打的人就是我了。嘿嘿，拿过来吧。还敢舔空投，呵呵。嗯，有脚步，啊，怎么又来了一个人？有脚步。真可谓是神仙打架呀。再给我一发子弹，我就赢了啊！就差一眼，太可惜了。哎，怎么都倒了？我的机会来了。这怎么还有人？你不好意思了，各位，空投是我的了。正所谓螳螂捕蝉，
忙却在后啊。点击下方游高视频，加个关注呗。